大家安静一下，下面是自由提问环节。好，那就第二排的这位记者朋友，我是汇文社的记者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认为新统已经过了巅峰期了吗？最后再说一次吧。 你是最能打斗的偶像吗？我觉得我是。怎么就不是我了？我是一个喜欢鲨鱼的女高中生。有病吧？我说的是鲨鱼啊！我是你的小可爱的了。可以说中文。硬币，不是兄弟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这个瓶子你还要吗？ 你知道的，我跟七还认识很多年了，闪宝强的不可思议，我们训练时就有很棒的化学反应。我的朋友，我的体液是的吧？ 别担心，我能行的。好，赛前采访就到此为止了。谢谢大家，耶！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支被流言萦绕的街头战队已经走入了登场通道。不知我们是在见证一个传奇的诞生，还是闯入了一场？种种猜想都将在今夜尘埃落地。 小星星，不是因为紧张，也没有别的借口。说到底，输了就是输了。 我知道我们一直被当成乐子，但是我们尽力做到了一切，可惜时间并不是我们的朋友。我能行的，你有病吧？你也是的吧？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，星童是站在我们这头的？ 所以说，那个未免的日日，为什么没有参加最后的比赛啊？参加了？哪里？你该在怎么给大佬？豆豆一上场错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他为什么没有和我们组队呢？我勒个豆！孩子用上电锯了，那就算呀。嗯，这就没啦？哎，再多透点啊！我什么都会做的。啥意思啊？这是？哦，日本时间循环了，对吧？ 船长，记住，有看见吗？刚刚一会儿过的特命冠军海报，果然他们到了哪里都是王牌级的单挑粉男喵。喂喂喂，杨可欣，快帮我选选穿哪套衣服，嘿嘿，我也要上场了。
那我上场能用什么技能啊？总不能是扔钢板吧？哎，你们说我应该是个什么职业呢？ Oh, I get it. It's a game, right? 妈呀，我也要上场吗？哎，我到底选哪套啊？好了，小心思们。晚安。啊，你们是职业选手吗？还是整活的？什么什么？哦，又是一个新赛季开始了，有兴趣吗？再来一次。哼，不管什么比赛，我们都能赢的，对吧？嗯，队长，是时候让大家重新认识 A 索了。没，我锤子怎么不见了？哎、哦。